那个语音交付你要不要试一下？语音，那个不用。他这个语音交付还是比较那个，你不要摁了，你要想吃，来，我先上去一下。
但如果说有那个红绿灯啊，经常堵车呀，是吧？开空调啊，这种情况之下，那它的里程数量就会有些变化。咱们开油车也是一样的，1160也是一样的。